大奖三名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因为呢，这个第一个奖是大学生小智瓢虫啊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们这个有理由的啦。对，因为只要是有这个素人的题材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帮忙找人。哦，对节目有贡献，对，对节目非常有贡献，歌头、眉头都是他们的、啊嗯，直接选这边的号码。小智，小智，你选什么号码？七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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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我要开始走喽。好，请走。转弯要发出声这个是什么呢 ？Xbox 360 Connect 体感设备。来，小智来前面领奖好吗？小智，哇塞，小智的眼珠子终于被我们看到了，哇，中大奖哎！他的眼睛睁大了。小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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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盒子，那只有盒子，主机在这里，主机在那里。啊，好好好，主机先放走。我想说，当感言一生有没有这么幸运过？不开心？没有，我觉得你现在本身家里面有主机吗？没有，恭喜你，哇，得奖感言，七号真的很幸运。好，恭喜他，恭喜小智。瓢虫也可以选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瓢虫选一个号码。开始，我们会是什么呢？荣耀保养品组，价值一万块钱，价值一万块钱的荣耀保养品组，太好了！哇，一整盒满满满的，你看看，首页美女哦，哈，哎呀，是46号。化妆师，化妆师，三号，三号，三号，来，三号，来，恭喜我们的化妆师得到市价上万元的名牌驼色长靴一双，虽然是女用的，但拿来讨女友欢心也算是额外的大奖啦。接下来我们要抽16到34号，16的奖品是 L'Oreal 集团的植村秀经典保湿洁颜油。好，得奖的是8号，贝尔，贝尔，好，耶，耶，耶，太好啦。2500块钱了，来卸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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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卸妆。好了，恭喜你啦！17号也是 L'Oreal 提供植村秀高效平衡洁颜油润泽型。78号，78号谁？接下来第18奖 ，E2 好，旅行组市价3000元，得奖的是56号。19在哪里？等一下，19号在哪里？浩普，浩普，浩普，浩普啊！谢谢，恭喜你，好，恭喜你，虎牙。好，接下来是斐氏美国百年钟表品牌复古表，20万，哎呀，得奖的是40号，哎呀，有大奖，这就是哈利耶，恭喜恭喜。恭喜恭喜啦！好，第21号是 Stereo 的福袋一组，价值2500元。哎呦，阿信阿信，谢谢阿信啊，谢谢阿信哦。得奖的是14号，十四号，小心，小心，啊，很适合，很可爱，小叮当的哈，适合啊，一样也是会玩乐器的，潮梯啊，啊，潮牌潮牌，好了，这个不知道是玩具，好，来，哇，这是玩具，哇，真好，真好，那都很羡慕啦。啊 ，Beauty Maker 彩妆组合2000元有3个，我们把这3个同时抽出来。24号、54号、16号、24、54、16。好，恭喜，哇，都是爱漂亮的。Amanda。一位是在我们的副控室啊，恭喜恭喜，好，谢谢，来，好，有一份先收着啦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接下来是
接下来是 Dateless 潮牌，潮牌潮 T 加这个小牛皮手链，价值3000元，得奖的是77号。好，老外，好，外国的朋友，里面有两件呢，可以跟对不对？哎，跟小拉一人一件啊，一人一件啊，恭喜你！好，接下来抽的是卡西欧 G Shock 手表，75号。小拉，小拉，哎呦，哎，恭喜你啊！这不太好念 ，S H I T 啊，是这个是南福袋一组，价值4000元。19号，哪位？哇！好，摄影师，摄影大哥。哦，对，这也太好了，是公仔一样的东西。接下来是 S H I T 女福袋一组，价值也是4500元。好，31号，31号，讲究31号。啊，导播，好，导播，恭喜他，女用福袋。起啦！接下来呢是 Underpiece 的女福袋一组，好，59号，有豹纹的59号 ，59，哎，好，很适合帽子，你看看自己都可以用了，好，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来，恭喜，来，34组是 MAC 彩妆组啦，价值3000元，我们看看得奖的是。74号 ，Look， 腮红、眼影、睫毛、眼线都有了。恭喜你，可以一边穿着小泳裤一边化妆。好，我们又抽大奖了，可以抽的是大飞跟龟脸，因为他们都帮节目录影了。对啊，常常有的时候，就是在录影的前一天，他们还是陪着工作人员，有些时候去送宵夜啊，工作到天明。对，好，鼓励一下啦，大飞，6号，好，从这边开始。